学校是1994年创办的，当时创办的时候还是在新民县，学校当时在那里租了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农房，这样创办起来的。后续搬来搬去，在那个新民县那里面就搬过两次吧，据说。后来又搬到高新那边也是租农民那个村里面的房子。2009年搬的家，这个地方是搬校时间最长，现在也面临着可能用不了了。那时候是非常艰苦，我是在2005年年底第一次，学校那时候在高新开发区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跨进三联学校，那种状况我是从来没看过的。我说怎么一个学校会是这种样子啊？孩子穿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吃的后来看孩子们吃饭，简简单单的啊，很简单的，那生活条件。很差，就在那种环境里面，那么多孩子坚持在读书。
三年特殊教育学校为外人所知的时候，是我父亲用退休工资放在学校，父母亲的退休工资就维持啊所有在校人员的一个吃饭，这个漫长的岁月就是依靠这种情况来度过的。选择三年来读书有几个问题，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家庭比较困难，三年的费用太低了。他是不是可以选择其他的学校呢？有选择，但可能会承担过多的经济。我们这些老师都是义工，我们是自找的活来干，我们自己愿意做这份事，我们完全可以不做的。我们有一不存在编制，二不存在薪拿薪的问题，因为在学校的所有老师都没有薪水的。陪吃饭就是智力上面啊，比正常的孩子同龄正常孩子要低下一下。那我们说陪吃饭还是就是培养你智力这一块稍微有些许的一些提高。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措施，因为我们尝试性的给他们开展过文化教育是完全失败的，教他拼音，教他一二三四，教他很简单的开始，没有一个人学会的，更别说他写他自己名，我们的要求说你能把这个自己名字写出来吧，那反复教反复教，抓的手教，抓的一笔一画写，写不出来，我就知道文化这一块完蛋。这里是属于江西省军区的地产，从上面中央到下就是部队不能从事第三产业。我们这里正因为特殊在于来我们是万校，所以一直说给我们一点过渡时间啊，那个经验好像就跟我们正式下了那个通知，也要求我们使用到这个月底，六月底了，现在六月了就必须要搬迁出去了。所以现在目前也是一个症结，一个结在这。看我们在做最后的努力，包括那个相互学校，因为这个校区里面还有一个相互学校嘛，它跟我们面临着差不多的情况，但它可能更难一点，它稍微规模大一点，我们规模小，啊，规模小还好找一点，它规模大的话更难找到场地了。啊，我们在做最后的争取，我们现在整个场地才20多万。我们看了一个还不如这里的70万，我的天，抓到我去卖掉了，卖不到这么多钱。其实我们不图什么，我特别我父亲不图名不图利，自己把退休工资贴进来这样做，自己的孙子外孙一天都没带过，从退休开始20多年就光带别人的孩子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孩子是他的孙子吧，孙女吧，一天都没带过。我们说这些我们都无怨无悔，你曾帮着这些孩子，我觉得也应该帮着。
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办不下去了，老是这个地方办个几年，人家你这个受不了了，要提房租了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要搬动一下。但明年又是这个时候，我是有点情绪了，我说我们这些都没关系，我们什么，就是名与利的这方面，我们站在我角度，我也从来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。我说但是人家你被人家驱赶，这个滋味很难受的。我们曾经有个孩子，4岁多5岁不到就开始放牛，放得到我们这读书，放到18岁。他早上就是在家里面吃一点饭就，牵着牛就出去了，再然后带点小干粮或者什么吃的，红薯啊或者什么，就是一天。到了傍晚牵着牛回家。他从5岁到18岁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。你想想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觉得这种孩子很不公平。真正办不了，从我们内心里面来说，我们只说对这些孩子来说很不公平。在这里做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力量，当然这个学校都不复存在了，孩子都各回各家了，那我们可能也就说这种义务，这种使命感可能也会慢慢消退掉。Thank you.